3月6日是 TFBOYS 出道8周年的日子，其官方账号晒出三小只专门录制的感恩祝福视频庆祝，并喊话粉丝们十年之诺共同持守，行至八载，心向未来，未来的日子请和我们一起并肩前行。视频中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身着休闲装表达对粉丝的感恩，并喊话未来一起并肩前行。三小只也分别在8:06卡点转发该动态庆祝，并配文我们的八周年快乐，一个我们代表了千言万语，真是满满的仪式感。我们八周年快乐，八周年的第一天想跟所有关心爱护我们的各位真诚的说一句感谢，真诚感谢每一步的携手和每一瞬的陪伴，也感谢每一位一直关注我们的人，感谢每一份真诚爱意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。据悉，2013年8月6日 TFBOYS 发布组合形象宣传片十年正式出道。